听全本《济公传》，闪优酷舒展。接着给大伙说《济公传》，这个最近几天事儿忒多，一天到晚的，又得录节目，又得开会，又得说事儿，啊，净闲事儿，晚上还得说书。他们现在拿我当牲口那么使唤，嗯，好多朋友都挺关心的啊。今天还有一朋友上棚里找我去，给我送一盆海棠花啊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叫海棠花，我给起的名，是叫海棠花吗？行，就当是海棠花吧啊。啊，我一定好好的养这盆花啊，海棠花。等秋后结了桃呢，我请大伙儿尝尝我这甜梨，嗯，咱们还弄炒红果吃呢，嗯。到底送的什么呀？这是，谢谢各位，无以为报，水平有限。好多人说你这个这儿不对那儿不对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嗯，很年轻，再给我几百年的时间，我会努力的啊。我们大家一起相约到那会儿听我说书啊，我们一起来看流星雨啊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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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是方才咱们讲到济公活佛啊，说这张世芳半夜里边做梦，梦到哪儿呢？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。我也没想过分的渲染它，只是想说明一句话：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啊。其实这是罗汉爷点化他啊，就看他明白不明白啊。那么说张世芳明白了吗？够呛，天下单有这么一种人，他跟别人不一样啊，他老觉得他一天到晚吃的亏，他非得害人他才占便宜啊。人嘛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，每个人做事的方法也不太一样，这个很正常。我说了这么多年书，演了这么多年的戏，我越来越感受到这一点啊。其实你包括每天我在网上看大伙留言啊，聊天啊，捧郭德纲的骂郭德纲的啊，我都看。其实哪条看我都没有说哎呦这人怎么骂我如何说，没有，我都是挺能接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我，您没有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我，所以这就是差异所在啊。当然了，我们努力吧，我尽量做得好一些，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吧。我反正我尽量，但实话是尽量。当然有的时候也难免有些个比较三俗的做法什么的，但是我也是批判性的来做这些事情啊。嗯，这个包括《济公传》这本书，首先说《济公传》叙述也多，正书也多，无计其数。那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一个人说俩人《济公传》是一模一样的，这个很难。从古以来这么多先生前辈都说这个，他整个的书反正一本一本挨着吧，反正我估计这桌子能摆这么两溜，全部是济公的书。每个人所取的地方不一样，有的是扫北，有的是妖魔斗法，有的是公案啊，有的是人情，有的是什么劝教，所以每个人选的不一样。但我也看出来最近这两天应该是挺好，好坏也搁一边，我有膀子力气，大伙儿天天跟这儿听，包括网上还有好些位大爷那儿等着呢啊，这晚上回家人家等着，大半夜等着下录音也好，等着听也好，其实我挺感激。当然了，也有朋友是觉得有地儿不好啊，如何如何，是我的水平问题，我还得努力，我还得努力啊。包括那天我看一帖子我乐了，一哥们说好你这净瞎抄，连水浒传都有这里头，说济公买肉那肉片肉块肉丝，说那鲁提辖拳打镇关西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唯独那几句真是济公传里边的，别的是我编的，那个还真是济公传原文里边的，所以这就没办法了，您没站在我的角度去看这个啊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努力吧，有意见各位就提，反我也不改，我得改。你们老这么支持我，我会骄傲的。谢谢谢谢。今天下半年这个说书的事还不少啊。这个说完了，咱们我九月初我去上海，我就拍那个三笑去啊，二十几天拍完了，回来十月份十一十二，丑娘娘啊，我叫白小平啊，孙德龙探地穴呀、啊，
真假张双喜啊，王小挖身啊，啊，反正这几年都说完了吧，嗯，我争取都说了，包括我许的三峡剑呐、啊，什么蒋伯方棍扫萧金台啊，闹苏州啊，这都找时间说了吧，啊，当然可能时间未必这么宽裕，我别说太长的那个，比如三两天说完一个，三两天说完一个呢，是不是？这样大伙儿也好订票啊。谢谢各位吧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能力有限，这膀子力气是真的，嗯，好歹搁一边，你瞧这汗出的啊。啊，跟于老师他们都不太一样，他们就汗都养着。昨天哪位大爷在网上发帖子啊？郭德纲说单的，是不是要跟于老师裂开了，要单飞了？嗯，后台来记者进门就问我，听说您要单飞了，什么意思？我说你告诉我双飞什么价儿。嗯，咱们说书吧。再聊就到点儿了，你们就吃亏了，就哈，我就着补一句吧。明天咱们这八天算是说完了啊。我之前在这儿说过一回，就是网上切成六回的那个啊。您记住，那六回跟明天的最后一回是挨着的。明儿这八天说完之后啊，把您听那六回跟这录音对一块儿，这就是一个整的了。再听就是八怪闹临安了，咱就把那跳过去了，咱们就等于是也没耽误各位啊，回去找这录音攒着一块儿。嗯，您算有一完整本。嗯，啊，明天万元桥完了之后，后边紧跟着就是小树林啊，卖烧饼，这种老道，就是那一段，那是挨着的。嗯，咱们正式说吧。我这会儿摔了六下了，有老先生在，非得骂街哈，啊，这孙子定棺材呢，这是。谢谢谢谢，刚才咱们说到哪儿了呢？我是真忘了。张世芳魂游地府，梦游十八层地狱，真害怕了。怎么呢？一瞧血淋淋的事实，哎呦我的天哪！感情人不能亏心，就这会儿的功夫，一瞧那儿还支着油锅呢，阎王爷那儿顿足捶胸，炸！姓宋的、姓刘的搁在一块儿炸。嗯，这俩到天津这叫棒槌果子啊，北京叫油条啊。来，这儿炸完之后，来把张世芳插条油锅。说了这么句话，张世芳一激灵，腾愣就一睁眼啊，醒了啊，南柯一梦啊，这汗呢哗哗的下，哎，怎么回事呢？哎，做梦，愣是心头想，睡觉，转身睡啊，两分钟睡着了，又到阴曹地府了。嗯，哎，可又到了，阎王这喊来呀。再插条油锅，张世芳纳闷，为什么要说个再呢？我刚才来一趟了，你看我这会儿比刚才精神头就足了啊，因为我八点上场那会儿我没吃饭，我实在是没精神了啊。到后台一看，好呗，吃饭都打出人脑子来了啊，我这个死人堆里抢出一碗面来，嗯，这会儿我精神状态还是非常好的啊。当时一害怕又醒了啊，哎呀，我怎么一做梦就到那儿去？对，我躺着姿势不对，掉过头来嘛，掉过来了，脑袋冲那边，接着睡吧。刚睡着迷迷糊糊的啊，就听阎王爷那儿还插条油锅。张二芳坐起来了，我这不能睡了啊，我早晚是炸糕的命，非得下去不可。坐起来，耳听得桥楼上鼓打三更，夜半子时。一看这俩人睡得挺实在，心说我今儿带着药，我也白带了，这不要亲命吗？啊，心里恨得慌，我出去遛弯去吧。啊，老天爷不睁眼，怎么就没疼疼我的心呢？啊，合着老天爷得帮着你一块害人。这出来了，穿好衣裳往外溜达，啊，街上也没有人。您想大半夜都睡觉，那个年头也没有路灯，很黑，走着走着把这药掏出来了，哎呀，看来没机会下手，得想别的方法，啪把药就扔了，自个儿往前溜达着，走来走去走去走来，就来在了海棠桥，有这么一小桥叫海棠桥，桥两边啊，微风吹来柳丝摇曳，这儿瞧了瞧，
一看桥头之上坐定一个美貌的女子，穿的一身白颜色的衣服啊，有这么一个唐诗说得好啊，要赏俏一身俏，要想精一身轻啊，这都唐诗里边说的，这都门口那糖尿病那人说的。借着月色一瞧，哎呀，这个女人身材也非常的好，坐在这儿若有所思，后背冲着自己，不知模样长得怎么样。但实话实说，要换别人就得琢磨琢磨，大半夜的谁家女的坐在那儿啊，怎么回事？但是张世芳没想，从来色胆大如天，上天送给我的礼物这是啊，我得瞧一瞧啊，迈步往前就走，来在这个女人的身后，这一提鼻子，哎呀真香啊，这个女的浑身上下特别香，什么味儿这是，香油不是，腊八醋又不是，玫瑰花不是，木糖醇啊，胡琢磨吧。这一来人呢，人家这女的感觉出来了，微微的一转身，哎呦，张世芳差点没美死过去，太漂亮了，这女的挑不出毛病了，怎么这么好看呢？啊，你说眉毛眼睛鼻子嘴没有不好的地儿，回头瞧了她一眼，好像很害羞，把头又转过去了。张世芳高兴，你看了吗？啊，小娘子，夜晚三更在此等候何人？问问，大半夜你干嘛呢？这女的转身站起来了，啊，飘飘下拜。这位官人，我是家里边闹家务，与我父母争吵，故此银夜出走。我也没地儿去，上无片瓦遮身，下无有立锥之地。哦，这么说你是无处投奔？是啊。啊，张世芳高兴了，太好了，既如此，倒不如你随我到我家中暂避一时，意下如何？啊，承蒙官人不弃，敢问您家住哪里？张世芳愣了，怎么呢？没有家。原来家里挺好的，几进的大院子，吃喝嫖赌都给花了，房子当卖一空，到最后借住在三清观，跟董太清一块儿。前文书您记得，物产给烧了，没地儿住。啊，这个我原来有家，现如今我这个遭人陷害，无处存身。那女的乐了，啊，既如此，那您跟我走吧。好啊，到哪里去？阴曹地府。张世芳一琢磨，我去三趟了，这是跟我开玩笑，理解了。黑天半夜我一个男的来跟他说话，他肯定害怕，吓唬我啊，哈哈哈哈，阴曹地府啊，不是小声我跟你吹，我去好趟了啊，他那个油锅我都看了好几回了，哈哈哈哈，你真带我去，好，我跟你走。说便宜话啊，万没想到这女的乐了，好啊，难为你如此的痛快，咱们走。一伸手，砰，把他手腕子叼住了。张世芳一愣呀，心说这主怎么这么大的手把劲儿？哎，而且这手冰凉，我这一错神的功夫，这女的变了。谁呀？香樟子啊，前文书咱们讲过了，黄淑女的师妹，玉面仙姑的徒弟啊，也是韩家的儿媳妇儿。这是跟济公定好了的，你得帮我干一件事儿。那哪天哪天晚上海棠桥等着，他不来还则罢了，要来看他怎么着。
他要是灾星未退色心又起，你就吃了他吧。是，所以今天晚上香樟子很高兴，奉佛旨在这儿开荤啊。这等半天还不来呀、啊、为这顿好天没吃了，一瞧来了还挺高兴啊，白白净净的挺好。嗯，这叼着腕子一转身现了原形了。哎呦我的亲娘啊，是一香樟子。按说这个动物它并不恐怖啊，你香樟子小鹿啊小绵羊这是很和善，你这一回头看一恐龙这害怕是吧，这不至于。可没想到香樟子一张嘴，一股子黄烟喷出来，张世芳晕倒了。妖精过来气着咔嚓这一通吃啊。转过天来，有人在这儿就瞧见了，桥头之上有一脑袋啊，有这么一条腿，没都吃啊，一个是给大伙留点念想知道他死了，再一个可能也忒多了啊，吃不了啊，一条大腿一个脑袋，地方上看见了，嚯，哪一大叹号的，一看认识张世芳，找去吧啊，他们家亲戚那就是王安世了，跟老爷子一说啊，这怎么话说，让妖精吃了，也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，得了得了，收敛起来吧，就把人收敛了。张世芳一直害人，万没想到到最后落了这么一下场，临死当了回标点符号啊。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，罗汉爷啊也没打招呼，又打这就出来了。干嘛去呢？他得上天台山上清宫，那还绑着自个儿一徒弟呢。听全本《济公传》，陕西优酷出品。